这绝对是德云社今年最丢脸的一次。于谦亲自下场跟观众道歉。你已经这样了是吧？这个一会儿这个节目完了以后，后边还有一个节目，咱们整场演出就结束了。各位坚持住了，咱们虎头蛇尾就不合适，是吧？要不咱们笑话我。谦大爷边表达歉意边陪着笑，但是台下观众都信意阑珊。去年于谦担任钢丝节主持人，可把他给霍霍惨了。前面的开场没把场子热起来，接着后边的相声更是一言难尽，台下观众无一人接梗，甚至还疲累地打起了哈欠。很难想象钢丝节还有这么冷清的时候。于谦好言相劝，让观众先别急着退场，希望大家给自己几分薄面。眼看德云社的场子就要毁于一旦，谁也没想到一匹黑马横空出世。今天这个演出还是挺紧张的。真是不好，越紧张越出事，我要下去一趟。这我怎么了？东西丢了，突然我要去找一下。什么东西丢了？这东西找不到，没法演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观众的热情。别看尚小菊年纪小，但是台风相当稳，开局一个小包袱就将清冷已久的场子给轰起来了。作为岳云鹏的徒弟，尚小菊沿袭了师父的表演效果，那静静的样子简直与月月同出一辙。他在南边来个喇嘛，说拎着五斤塔嘛，在北边来个哑巴，腰里背着个喇叭，南来拎塔嘛，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，别喇叭哑巴说拿去玩去，别给我玩坏了就行。连月月都忍不住夸这个镜像我，因为这次的主题是师徒专场，岳云鹏给徒弟当捧哏。每次尚小菊的包袱响了，岳云鹏都是一脸欣慰地看着他。让人更惊喜的是，尚小菊无意间一个现挂，连岳云鹏都忍不住甘拜下风。好似白面往下扔，不对了啊，写不对，不对，好似白面往下扔，七个字，二是人家的，二是大家的，我跟他们合作，合作啊，不合不合作不合作，就算我自己啊，不可能不听好，好似白面往下扔。用不用那个啊？我问你，用不用？不要。逗号。听众朋友真幽默啊！逗号，真逗。第二句应该是句号。岳云鹏听到后，先是惊讶，接着又是止不住的高兴。岳云鹏都没发现的点，尚小菊能够精准的捕捉到，瞬间引得全场炸开。看着尚小菊唱歌的模样，简直梦回当年青涩的月月。好啊，在是不是我表情的问题啊？你稍微的收一下，你不要太像我。好使不愧被称之剑门之后，接下来的对春联更是让人叫好。那我给你出一个上联，我就给您对个下联。我上联是一个字，我下联一个字，我的上联是上上，对，我给你对小菊。月月的地位怕是要不保了。整场表演下来，尚小菊表现得又稳又响，搭档师傅都没有被抢走风头，可以说在小字科里，尚小菊绝对是领头羊。并且通过尚小菊的这段演出，也不难看出月月对这个徒弟的喜欢，全程给徒弟打辅助，让他更多的来发挥展现自己。而尚小菊也不辱使命，成功挽救这场演出。如今的小菊也成了小有名气的角了，不仅能跟在大爷们身后到处跑商演，还能办三小专场，赚得盆满钵满，甚至还能得到天王刘德华的赏识，被点名邀请和他共进晚餐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月月也能成为相声的一代大家，同郭老师一样桃李满天下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卖故意》，表演者尚小菊、岳云鹏。不多，但是也不少，更多的是紧张啊！别二哥多了，我不聊。这时候我看那个二哥说，本来说想快点跟您合作，因为咱们这家里的事儿，能不能通知他嘛？
什么二哥老吃不上饺子？这是有原因的。别挑事儿，说就说实话。二哥为什么？二哥有时候他赶不上吃饺子的时候，他不在，那没辙是吧？他吃他不发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发，我为什么老吃上？我一去师傅就给发了，你知道吗？有，这就是远近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差不多。二哥应该知道，你都知道。上台来呢，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，赶紧说说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嗯，我叫尚小菊。后面的好像没有拍，是不拍就不拍，不想拍也正常啊，可以理解。着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个，不用那么着重。确实是，我们说相声这么多年吧，我是从那个德云台，不着重就不说了，真的。笑场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介绍一下我的师傅啊，姓岳，叫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没有，那你得说出来呀、岳云鹏。万一哪个朋友不认识我，不知道呢？对没有，没有，保不齐，也没有，也没有红到角角落落。少便宜了，可以理解。其实来说啊，跟他合作啊，确实紧张着，没有紧张，紧张着肯定。我也紧张，我也很久没上台了。那行吧。确实没有，我说现在大家都知道，特别红，接不住就那行吧。那没红。咱们呢，确实现在特别红，特别红。早期的时候也不这样，也不说。走到大街小巷，大伙都认识。嗯，你看我们这工作，比如说演出比较晚吧，结束比较晚，像我们很多演员到家都凌晨了，他就睡觉，他就晚，他起来就晚了。但我师傅不这样，甭管多晚睡觉，早起，对吧？啊，对。你要说话，我也紧张。他得早起。现在不行，比如我说的是以前，以前没有那么多活，就是早起锻炼身体，上公园。我师傅最擅长就是晨跑，现在这段时间，因为这段时间迈不了大步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就快走，以前晨跑快走也不行，一身胶带了，我打了。去公园啊！以前年轻啊，对吧？啊，老去锻炼身体。嗯，但是我师傅那时候啊，现在那时候，实话实说啊，那时候多多少少就是做人还没有那么沉稳。有年少轻狂嘛，二十多岁，对，二十多懂事，没那么沉稳啊。到公园基本上都是上了岁数，老大爷，年轻人也有啊，年轻人很少啊，年还是少，年纪啊。啊，都有小朋友啊，妇女啊，都会在这个公园里锻炼身体。对呀、老头居多。这老头呢，锻炼身体，他打这个太极拳，陶冶情操。哦，你要演那个包袱啊？我才知道哪个啊？陶冶情操，其实跟您啊没关系。但是你去，你这听懂了还是没听懂？我在听啊，去挑逗那个老头儿。这个宝贝儿，这个词不好。我跟那个老头在交涉，老大也在交涉，老头这个词都不严谨，不严谨，哎，不严谨。本来应该叫人这个岁数大，叫人一声老大爷，大爷应该的，年少轻狂，跟老头一点不客气，或者说老头。我是那样的早期，现在好了。现在不是这样干，早期老头这么大嗓门，老头嘛呢？干嘛呢？别练了，老头回家去。
回家，家走，回家。这干嘛？这么大岁数还公园？别出来，你在死公园。这么大岁数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不尊重吗？还这练太极拳呢？太慢，太极拳太慢，知道吗？你这姿势还没摆好呢，人打完你都到家了。听我的，老头，回家啊，回家，别的。三番五次，老头受不了的，得说你两句。但是手里这太极拳可没停，慢慢悠悠接着打。小伙子，做人呐，话不能说的太满。这太极拳你要是不会呀、啊，你就别打，就摇就行了，想不下三分样。他我是我，你跟大爷过两天，过两天，这是大爷吗？曹大爷，曹大爷，过两天，曹大爷，这是曹大爷，你啊，未必，这什么太极拳？那天也算好处了，未必打得过大爷。大爷，让你先出招。Come on, baby。过不过？我说当时小伙子血气方刚，老大较劲，我二多的小伙，我打不过你，真的。行，别怪我了啊！当时真有劲，抡圆大给这老头一拳，这老头真厉害，得了他六万。虽说老头这打，但心里暖洋洋。当时给老伴打一电话啊，你收摊吧，我这摊摊。你说那时候多狂，多狂！现在好多了，也收了徒弟了，为人师表就不那样了。每天我们回家也教我们很多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是，也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，但我没教你这些，这就不用教了，对吧？我们都说四门基本功课，说学逗唱。对，在我心中唱的最好的是谁啊？谁呀、啊？有说唱韵蕾的啊？不否认，不否认。人唱好，唱确实好。对，我是谁啊？我是谁？郭德纲，郭老师。嗯，那是我觉得在整个德云社唱的最好的演员。嗯，那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在德云社，郭老师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，没人敢说，对吧？他有这个实力。嗯、对啊，也有这个势力。我们是不会说轻易去，主要有势力啊。确实唱的也好、嗯，我们演员站在舞台上说我们本文的唱什么呢？太平歌词。哎。主要我们还得学那个叫卖，叫卖，叫卖，我们也学哦。现在不用了，为什么？你现在不现在呀、啊？人都看电视，嗯，看手机，嗯，就能知道这是卖什么的，这是干什么的。哦，过去不行啊，嗯，过去干什么呢？单凭肉嗓子吆喝出来，卖什么的他就吆喝什么，咱就说这个知道，卖菜，啊、哦，卖菜的就吆喝。真不会控制，真不知道往哪塞呀、啊！没事，你就塞，你知道吗？愣塞，愣塞。卖菜的一般都是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啊，小伙子居多。小伙子，这句词行吗？可以。哎呀，我想说，我坐着平时捧的还行啊。坐着平时这阵他都睡了，这阵根本不用的。哎，小伙子，挑一个扁的，挑。紧张，上回这么紧张是什么事儿？是你见刘德华的时候。好吧，这个前后呢各挑一个筐，两筐。我想死了。
前后各挑一个筐，前面筐里搁着菜，嗯，后边筐里搁着石头。吆喝出来，先等一会儿。人后边筐里堆石头啊，掌握平衡。哦，这个包包太棒了，是吧？这都是您设计的好，掌握平衡，掌握平衡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后边也可以搁菜。如果一筐菜，你背着不就去了吗？干嘛挑着呀？对不对？这是我的词儿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哦，这个我没有想过，前面都可以割菜，啊、嗯，哎，都是菜，吆喝特别好听，嗯，多学学，好，把手往那一放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拢一拢耳音，哦，香菜，听懂吗？妈哟，跟我一模一样。说一声对不起，原来我这么恶心呢、啊。今天的演出跟您照镜子是一样的，跟我一模一样。香菜，就这么愣凑过去，那么近，哎呀，苏老师您凑过我。听懂了？香菜嘛，没错啊。对啊，可以可以，那叫盐碎。河南话，啊，对，河南话叫盐碎，差几个？嗯。还有没有别的演法？就这个。没有没有，不敢加太多。香菜拉青椒哎，听懂了？辣青椒，辣青椒。哎，对对，没错没错，您耳音还是可以的。嗯。一般就卖这两种菜。卖这两。你这尺寸稍微的差一点点，就卖这两种菜。对啊，用挑一扁的吗？啊，前后两方，那个后边光搁石头，很合理，也合理，很合理。那是多少？十好几样菜。他们您听听，哎，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高葱、南芹、擦拉、扁豆、茄子、黄瓜、加冬瓜、买大海茄、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那里儿嘞，香椿儿嘞，蒜儿嘞，好听。我是不是一百分？我60分，到你这儿只有10分，是吧？我这矮了，矮了，什么矮了？把自己看矮了，您。我觉得我是也100分肯定的。您呢？80。你呢？我往上提点3。啊！先给自己提，先给我提一点。30，30，30，再来啊！刚才怎么了？别来了，够了。这就是卖菜的，真不来了。丢人不？谁要个脸呢？我起低点。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高葱、南芹、擦来扁豆、茄子、黄瓜、加冬瓜、买大海茄、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那里儿嘞，香椿嘞，蒜儿嘞，好韭菜。略带着点河南味儿、嗯，这么一嗓子，哎，站在长安街啊。通县都能够听得见，传那么远，通县还有个卖菜的，俩卖菜的啊，俩个卖菜的，就是卖菜的，卖菜的啊，还有卖什么的呢？包的，还有卖包的，包子、啊，你别周口口音行吗？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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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卖包子，嗯，包子分两种。两种回民跟汉民，嗯，两个腰子不一样。嗯，咱先说这个汉民，嗯，汉民一般来说这门口站一个小伙子，嗯，倍儿精神倍儿帅啊，瓜子脸特好，身材比跟我一样，站在门口。
呐，身材特好，跟你一样，瓜子脸，身材比例特别好。你这什么瓜子脸？这是胖瓜子，我这葵瓜子。这个葵花籽最好看了，西瓜籽、南瓜籽、南瓜籽啊，哎，带一小伙冬瓜籽，冬瓜籽好小啊，冬瓜籽咱给它籽，火豆干啊。抢戏 sorry 那个腰子特别好听，嗯，你听看着看着刚才故意故意设计好了刀台能懂吗？我问什么？我要了什么？能听出来吗？那你问的是要的，能懂吗？我要什么？您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呀。包财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包财什么意思？说这，我说，这包子里包的都是财，嗯，就是做生意啊。说那个馅是财的意思，你说清楚，孩子。这不有您的吗？包财，说这个馅儿都是财的意思，我能说清楚。您敢告诉我，这个包都是财的，特别好听。包财，他卖我的面儿包、吃包、拿着包、长城包儿馅儿哎，那还行，不要干劲。哎，这是这个汉民，嗯，回民，回民不一样了。哎，小伙子调门更高。讲究同音调调，一般门口站小伙特好，特好看，跟您似的。没票，没票。确实，让你介绍，先讲捧过啊。您听听，嗯，我听，快点吧，什么节奏？谁出的皮儿来？最后一个，我听懂了。新出劲儿的，就是刚出锅的还行。新出的皮儿来，包热的来，发了面的包儿又热来，吃包吃包吃包儿更正的啊！怎么还有扣钩啊？这扣钩，这扣钩，这是他的特点。嗯，包儿更正的啊，更正的啊！最有意思的，天津的，天津卖包子的有意思。嗯。走街串巷的卖包子，嗯，主要是晚上出来卖给这些玩牌的，啊，什么斗地主的，嗯，打麻将的，推牌九的，您怎么玩？你这三种都是一个玩法。应该是怎么着呢？打麻将是这个吗？哦，斗地主是这个吗？推牌九，这个。您没少吃包子吧？这卖包子一般得老头啊，卖一筐，嗯，筐里呢搁着几个包子，嗯，别看岁数大了，这嗓门可好，嗯，拄这管棍颤颤巍巍的，嗯嗯，但是啊，俩字儿，肉包，它肉字出来那么大个，嗯，这包字您要不仔细听，顺着这风就没了，哟，真全，好。好像你叫你老头是吗？怎么好像啊？我这好像你，跟我好像，我就这造型吗？骂街，是不是骂街？我感觉没有骂街的。并且两个字
间隔时间特别长。你哪天听见肉字出来，翻身睡觉，第二天醒来刷牙洗脸，推自行车一出门，停门口，到，我还没走呢，第二天又出来，这叫卖包子。最有意思的是卖故意，卖故意，故意，旧衣服。现在大家不买这个东西了啊？买。现在不经常买了，因为以前穷人多，卖二手的衣服也有人买。现在大家条件好，都买这个新衣服。要说这布艺有意思，有北京布艺、天津布艺、上海布艺、山东布艺、河南布艺，还有这个布艺布艺。什么叫布艺布艺？布艺布艺就是两个人对口的布艺。哟，那您刚才铺了这么多，有北京布艺、天津布艺、上海布艺、河南布艺，您挨个跟我们学学怎么样？简单来说一下我刚才没有说的东北布艺。东北布艺有意思，您东北人比较豪爽嘛，要不出来那声音跟砸夯一样。哟，你们学一下东北布艺啊。各位留神，有抱孩子没有？好的，有。这简直大方的。口罩都震掉了，家里有干这个的？啊，东北人是吗？还是啊，没有啊，我倒没有。再来喽，好，你准备一下。没事啊，这些你都大方的，大哥买给大嫂，大嫂穿了万千宝，就你一块，你帮我，哎呀。尤其有意思，都没人鼓掌，还有掌声是观众的馈赠，有没有呢？我都记着。A 眼比较有意思，那种来说，他一来人了，他就 A 眼一下，吸引别人的这个目光。哎，这 A 眼是干嘛呢？哦，卖旧衣服的，说不定就能买两件走。这就来着这个 A 眼的用途。这考验一下咱们两个人的默契度好吗？咱们两个还有默契吗？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一点。好，就考这个 A 呀 ，A 呀 ，A 呀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 A 呀就是来人嘛，来人，但是他不抬头，低着头他就知道来人。为什么低着头就能知道来人呢？看脚哦，一旦有人路过，就是一般人都有脚。神奇，很严谨的，很严谨的，一般人都有脚，没有脚也在拄棍儿。对吧？我讲对了，脚来不了，棍儿也得到棍儿。他一低头知道来人了，他就 A 吸引人。哦，咱这个 A 呀，就看咱们两个默不默契，能不能同时喊。好、啊，来人了，你能不能同时喊？行吗？可以，来，可以，来来来，这天你个大黄脑子，哎呀，第一句就来人了，来人就喊，不一定在喊。哦，生意这么好，好吗？好好好，那没错、啊。嗯，到我了，到我了啊，准备一下。这天你个大黄脑子。给打草了，哎呀！哎，又没咬上，又没咬上。可能是我太快了，可能是我屁股疼了。那个胶带不能震，让我刚才震了两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跺脚了。我不跺脚是，你笑的时候频率也要尽量控制一下。笑就舞台别动就行了。刚才我来的时候过一坎儿，屁股疼死了。别来了，赶紧你开车去，咱就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咱俩确实也追不上了。咱们俩来这个有意思，太滑了这个。啊，实在是您是滑了，这就是我最好的状态。我就这样，你最好的优秀了。像了，我都害怕了，连喘气都一样。好在你演的少啊，好在演的。刚才咱们来回正常，师傅，咱们来回对口的故意，对口的故意，两个人
两个人，一般的一个掌柜的，一个小虎皮，一个撒谎的，一个圆谎的，最后有一位负责找钱算账。找钱算账我明白，这怎么还撒谎圆谎呢？撒谎圆谎，掌柜的负责撒谎，他得把这个东西说得特别好，吸引你，但是说得太过了呢，旁边这个圆谎就是小伙计，小伙计往回的说，给他圆回来，哎，往回的说，我来这个掌柜的，我来小伙计，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咱俩配合一回。但是最后这个找钱算账，您受累了，您得来。找钱算账我来，也是小伙计来，您机灵。这词儿就是您聪明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行，一人拿一块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好比就是那个布衣旧衣服，旧衣服，咱就开始了。好，您跟着我来，我给您选，行吗？好嘞，来。大了马蹄罐儿，该我了，我怎么弄？跟着我来。明白。大了马蹄罐儿，大了马蹄罐儿啊！见过神，你见过对的。别我大马褂，您就别大马褂了。那我怎么着呢？你往下腰啊。我往下来。明白。大了马蹄罐儿啊，二了马蹄罐儿啊，三了马蹄罐儿啊，四了马蹄罐儿啊，五了马蹄罐儿啊，六马罐儿啊。别喊，别喊。我演这儿的时候也没人乐。那都不重要，我演哪都没人乐。我大马褂，您别大马褂了。那我怎么着呢？您说它的用处啊？大马褂有什么用处？那这用处穿外边啊，外套我不就是？再唱啊，那怎么唱啊？套在了外边儿哦。大马褂套在了外边。对呀、严谨哦。那当然。行了。马蹄罐儿哦，套在了外边儿哦，没有袖子啊！等一会儿，没袖子那不是坎肩吗？那你看看，我这儿有个跺脚，你唱唱，那是坎肩儿。Yeah.
扫码吧。扫码都出来了呀，那我哪算不上来啊？您算不上来，那么零碎，我就能算上来。哦，你就能算上来。当然了，那我考考你。您来了，我给你186.3235啊，我留下1.1呀，剩下都给你呀。谁用啊？咸鸡蛋。前天我跟爷爷。没宣布，不好意思。